宝莲佛光第二十一，本品显阿弥陀佛国中宝莲，一一有微妙色光，一一光中又现千亿佛，一一佛说妙法，安利无量众生，如是重重无尽不可思议功德。又众宝莲花周满世界，一一宝花百千亿叶，其花光明无量种色，青色青光，白色白光，玄黄珠子，光色亦然。复有无量妙宝百千摩尼，应是真奇，明耀日月，比莲花亮，或半游旬，或一二三四乃至百千游旬，一一花中出三十六百千亿光。文中首名宝莲，次名莲光中佛，于宝莲中又含六义，一者莲花周遍国中，二者莲叶数量，一一花有百千亿叶，三者光色无量，莲花本体即是光明，故曰其花光明。又莲花色类无量，青白玄黄珠子，此六为例，以色无量。青色之莲放青色光，白色之莲放白色光，玄黄珠莲亦各放其本色之光，故云光色亦然。四者妙宝庄严，有无量妙宝百千摩尼，庄严莲花，珠宝皆是奇珍，故曰珍奇。此诸妙宝放无量光，光具众色，色复生光，互应互视，故云应视。明超日月，故云明耀日月。如观经云，一一夜间有百亿摩尼珠王，以为应视，一一摩尼珠放千光明。五者宝莲之量，从半游旬至百千游旬。六者莲放妙光，一一花中出三十六百千亿光。百千亿者，是以数量表无量也。言三十六者，未见前人注释，余亦以为极乐四土各有九品，故云三十六，指国中品数也。一一品有百千亿年，以百千亿表一极大之数。一一年光如其色，故有三十六百千亿光。一年摄尽一切年，故云一一花中出三十六百千亿光。但三十六品仍指大略之数，实则无量品，故可云一一年出无量光也。一一光中出三十六百千亿佛，深色紫金，相好殊特。一一诸佛又放百千光明，普为十方说微妙法。如是诸佛各个安利无量众生于佛正道，又名莲光中佛。此亦有事，一者光中佛数，一一光中出三十六百千亿佛。二者佛像，身色紫金，相好殊特。紫金者，紫磨真金也。相好者，观经云，无量寿佛有八万四千相，一一相各有八万四千随行好，故云殊特。三者光所现佛，亦复放光，又放百千光明。四者佛说妙法，普为十方说为妙法，又此法义殊胜，各个安利无量众生于佛正道。
以上深显世事无碍，重重无尽，不可思议法界。佛界中年，从佛心生，莲花放光，光现多佛，佛复放光，说法度生，深显重重无尽。又应着眼，如是境界，非仅是些妙相而已，而是具有无边妙用。说微妙法，安利众生于佛正道，正是真实之力也。故知此皆真实智慧之所开显，悉是真实之际，无为法身。慧述曰：凡西方净土以莲花为佛事，故一名莲花藏世界。小本观经胜说之。经经只为一本，亦以此节依正庄严。当知上诸庄严中，亦可有此不思议事，此亦甚是。前诸品中亦多显示，但应了知，极乐具体是世事无碍，不可思议法界。